这是怎么了？脑中总是这些事，莫不是明月的催眠所致？王爷，听第五城说你找我。下次进门前，记得先敲门。嗯，王爷，你的脸怎么那么红啊？你刚刚是不是在悄悄看何阴阳？本王未曾看过那些书。哪些书啊？换药吧。好。待本王褪去外衣。哦。岁月长浮身段雪。